美国跟台湾的交通有什么不一样？在美国是直行车，闭着眼睛开都可以，旁边的车啊完全不敢撞。在台湾啊，肌肉睁大一点，不然你旁边的车都是闭眼睛。美国跟台湾的交通有什么不一样？在美国是直行车，闭着眼睛开都可以，旁边的车啊完全不敢撞。在台湾啊，肌肉睁大一点，不然你旁边的车都是闭眼睛。管你谁的错，冲就对了。高级车不是都有选配吗？电动座椅还是什么？台湾的车每一款都有选配，棒球棍跟辣椒水，木棒还是铝棒啊？车上几乎都有必备品就对了。你在美国有哪三宝？跑车、辣妹、吃汉堡。台湾的马路也有三宝：阿伯、大妈、台客好。台湾每个人都有棒球棍，那你有吗，虎哥？这可不可以？